希望我们的美玉老师就是荣休之后这顶帽子永远就脱掉，嗯 OK， 啊，开心的过每一天，好，永远把这个字给讲讲滴滴掉，丢进垃圾桶也要求除掉，好嘞。到时候时常会，我们去运动的时候会遇到你啊，我不是在给台湾去那个 park 那边遇到你啊，所以啊，我们就要多去运动啦，真的，爬山、跑步什么都好。你们真好，我最好。哈哈哈哈哈。